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VB Lab 六大基本模式介绍。一、左右跟随模式及 PF 模式，将侧边模式拨杆推向 PF 档，进入左右跟随模式。相机水平方向跟随手柄转动，俯仰、横滚角度不变。向上或者下推动摇杆，改变俯仰角度。二、全锁定模式及 L 模式，将侧边模式拨杆向下推至 L 档，进入全锁定模式。三个电机全部锁定角度，相机朝向不会跟随手柄运动而运动。推动摇杆可改变相机俯仰和水平朝向。三、第一视角模式及 POV 模式，单击正面 POV 模式键，进入 POV 模式。三个电机全部跟随手柄转动，横滚轴45度最大角度跟随。四、全跟随模式及 F 模式，按住背部模式键，进入全跟随模式。相机俯仰和水平朝向，跟随手柄转动。向左或者向右推动摇杆，改变相机横滚角度。双击背部模式键即可回中，三击背部模式键进入自拍模式。五、疯狗模式及 Go 模式，按住侧边疯狗模式键进入疯狗模式，横滚轴锁定，相机俯仰和水平方向快速跟随手柄转动，可用于拍摄快速移动的物体，或者用于转场效果。六、三维梦境模式及 V 模式，双击正面 POV 模式键进入三维梦境模式，此时俯仰轴旋转90度，使用时横握手柄向左或者向右推动摇杆即可旋转。此模式配合其他的拍摄手法，可创作出多种精彩视频效果。如有任何问题或者想了解更多，欢迎搜索智云稳定器微信公众号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